不限外语，所以他是为了反他口化名与其妹 Joanne， 同样是化名，在整理母亲遗物时，意外在母亲日记中发现其一生从未说出口的重大秘密——外遇。内容详细记载了他与某男子、神秘男子的恋情过程。本台记者独家专访到这两兄妹，以下是 SNG 连线转播报道。欢迎，有现在主播。那好，是真诚。那您看过母亲，您母亲的日记了吗？是。那请问您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觉得他背叛我们父亲，也背叛了我们。啊，对对对。那请问九位小姐呢？我觉得，身为女人，我应该是可以了解妈妈的感受。莫名其妙。身为女人嘛，莫名其妙。男人不会有感情，他不会，我。根据本台独家内线消息指出，其实在过去母亲尚未去世前就处处有迹可循。母亲在本台在实地走访后，依据访谈的接笔效用内容，渐渐拼凑出那段过去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影片一同回到那段时光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好饿哦。你会开心吗？还是会替妈妈感到难过，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？让我们将镜头转往 Listen to You a Call In 节目，听听观众对不同意见。好好好
来喝杯咖啡来聊聊今天这个外遇的事情，你会跟妈妈说些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接听这个来自桃园的他先生。我觉得虽然妈妈很贱，可是感谢她回来陪我们。台艺论坛，现在我们把现场呢交还我们美丽性感的奥体主播。不要。